啊，这个三号钥匙是用在哪边的？哦 ，OK， 再一根。OK， 各位，你们已经来了，请稍等我一下，我目前正在把那个门窗都封起来。稍等哈。Six hours later. OK，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把门窗封起来吗？因为杀人魔在外面。What？ Hello， 各位你们好，今天要为你带来的是 Halloween。OK， 那我们今天玩的这款游戏呢，它是改编自一部以前的电影，叫做《月光光心慌慌》这部电影的。月光光心慌慌，小鬼不是。跟你讲一个非常……Hello， 我还在讲话，喂，我还在讲话，不要叫我走掉，喂 ，Come back。那么跟你讲一个非常震惊的事实，就是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所以呢，我打算趁着这一次玩完这个作品之后，再来看要不要去看那部电影。那么，如果你有看过《月光光心慌慌》这部电影的观众呢，那你也可以在下面留下你觉得电影跟这个游戏里面的那个东西有没有差很多？好啦，那我们就不要废话，直接来吧 ，Let's go。哎呦，那个应该就是那个杀人魔了吧？我们进来游戏了。好，我们现在的目标呢是回应那个电话。哪里有什么电话？门可以开吗？门锁起来了。好的，这看起来是我家。然后目前感觉应该是要过万圣节吧，不然这里应该不会有什么万圣节南瓜灯。我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万圣节的习惯啊，我自己的话呢是稍微而已，就顶多可能就是买点什么万圣节的糖果之类的，大概是哪一种啊？好啦，这手电筒可以拿，拿一下。好，这里面很亮，还不用开。我看一下，门可以开。有电话声，然后那个应该是汤米吧。好，这个钥匙可以拿。OK， 这什么钥匙啊？三号是怎样？好的，汤米该去睡觉喽，别来看电影喽。哎，有没有听到？好啊，电话在哪边？这边，这个接起来。What the hell？ 你会没事跟别人打电话这样子吗？别人接起来说 Hello， 然后你就在那边。那我们再来的目标呢是让汤米去睡觉。OK， 来汤米去睡觉喽。去，睡觉去，不要看电影了。这演什么东西啊？你这样看得下去？哦，那个是汤米在关门的声音，吓我一跳。我们再来的目标呢是把那一个打开的窗户关起来。打开的窗户，这看起来没开，这看起来没开。打开了窗户。说到恐怖游戏在家里关窗户的话，就让我想到我们之前玩的有一个游戏叫做《仔细检查》，那个真的是我目前玩过最恐怖的游戏。好，等一下我看一下还有哪边没有关啊？我这样看起来我应该是都关了吧 ？OK， 那看起来的话应该是还有楼上的窗户要关。OK， 关起来。OK， 汤米的房间。哦，他们在睡觉了，好好睡呢。哦，奥捆。这柜子可以开跟关呢，代表说等一下可以躲吗？等一下可以躲起来吗？可以躲。哦不，非常不妙。按下一到四来使用钥匙，所以我们要拿我们的钥匙然后来开吗？不对，三号也不对，也不是这个。啊，这个三号钥匙是用在哪边的？嗨，不要在人家的门口这边鬼鬼祟祟的好不好？三号钥匙是开这个地方的啊，没电了。我们现在的目标呢是要到地下室里面把那个电力恢复。Oh no， 地下室。哇哟！去你的房间躲起来啊！干嘛下来楼下吓我一跳？去你的房间。好，我们先去地下室，先回复一下那个电力。哦，吓死人了！不是被鬼吓到，是被汤米吓到。好哦，没有人哦。哎呦，好恐怖哦！而且现在已经十月份了，万圣节快要来了，玩一点这样的游戏应该也还不错啊。啊，需要钥匙哦！这个是钥匙吗 ？Yes。是这个吗？哦，对，是这间的。OK。
啊，这间有什么东西？有衣柜，衣柜可以开，可以躲吧？哦哦，有一把钥匙，书可以看吗？都不行。这把钥匙是用在哪边的啊？难道是地下室？打开，是这里的门吗？哦，对对对对对，没错。可是我觉得有点不太妙哎。哦哦，哪里有什么电力开关啊？哦，这里。哦，好，那我们走吧。柜子，躲起来，躲起来，躲起来！按下 F 可以关手电筒 ，OK。哦，按住 Ctrl 可以那个屏住呼吸，哦。没人，没人，没人，这里没有人。啊，所以说这个游戏不能单纯只是躲到柜子里面哦。太麻烦了吧！快走，快走，快走，快憋死了！等一下哦，他怎嘞？他该不会要进去我们的房子里面吧 ？What？ 不是吧？啊，现在任务是杀掉他。我们要怎么杀掉他？感觉我们应该是要拿枪杀掉他，因为我们下面有一把枪，你看那个 G 那个地方，还有 R， 感觉那个应该是什么子弹跟枪吧？等一下哦。我觉得我们应该先来这附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可以用的东西，我们就不能直接引爆这个东西，然后把它炸死就好了吗？按 C 或 Ctrl 可以蹲下来走，他都不会听见我们了。Good evening。哦，他怎么在门口？他怎么在门口？哦。A few moments later。好，他应该又走了。我来看一下这附近有没有什么武器什么有的没的。哦，这里还把钥匙，这里还把钥匙，这里。这是哪里的钥匙啊？啊？好，那一个杀人魔应该已经走了。我们现在呢，只需要进去房间里面。他人 OK， 他已经进去了。等一下哦，他在哪边？啊啊！完蛋了！哦哦，他上去楼上了。OK OK。来看一下那个钥匙用在哪边的。哦哦哦，他怎么看到我的？啊！我明明蹲着走哎。好，我看一下哦。钥匙是拿来开正门的吗？他速度很慢，所以应该基本来讲，是没差。这里是吗 ？No。好，我们先上来，先躲起来。躲在这个柜子里面，不就这里有柜子吗？对对对，然后关掉手电筒，等他进来的话，我们再屏住呼吸就好了。他进来了吗？他进来了，屏住呼吸，嘘，什么声音都不要发出来，安静。为什么 ？What？ OK， 他下去了，我们趁这个时候来开一下。门是这里吗？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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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吗？啊，对对对对对，啊，等一下，啊 ，Tammy 人嘞 ？Tammy 人不在了。哦，他躲在这里，他躲在这里。OK OK， 帮你关门。没事没事没事，快快快快快，来我们的房间里面，这应该是我们自己父母的房间吧？好，我看一下哦，这里有什么子弹？一把枪 ，OK OK， 狙，来啊，我准备好了，来啊，他打不死一发，哇塞，再来，哦 no no no， 我忘记中弹了，再一发，啊，还要打几发？他打几发？哎呀，哇，啊 ，what the hell？他怎么卡墙的？这啊啊哈！你搞错啊！把我吓一跳！给你一发！你有子弹吗？你有子弹吗 ？No No！ 中弹了！哦哦，没事没事。他怎嘞？人嘞？我来看一下哪里还有子弹。他怎么这又跑到楼上去了？
他刚才不在楼下吗？哎、欸，开枪！哦，怎么这么多发啊 ？Yes！ 哦，哦哦，他还活着！再来两发 ！Oh my god！ 没有子弹了，没有子弹了，他还活着！哦，这里好子弹，这里好子弹，装弹，装弹，装弹，来吧，他来了，两发，三发，行了吧，哦，哦，可以了，可以了，哦，搞定，哦。终于啊 ！Oh my god！ 嘿 ，Tommy， 嘿，你还 OK 吗 ？Oh man， 今年的万圣节呢，这个游戏好像还会再有新的东西，我们到时候可以好好期待一下。Yes， 我们可以对 Tommy 开枪吗？好了，各位，那么以上的话呢，就是这一款 Halloween 这个游戏啊。那整体来讲呢，游戏的那个恐怖感是还不错啊，只是游戏有时候会有些小 bug， 让人觉得非常奇怪。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影片啦。那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不妨可以帮这部影片按个 like 和订阅吧。好了，观众们，我是 DK， 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哦 ，Peace out。